等一下啊，等救护车。你无呼吸啊！你会讲话，你无呼吸。为了几次？你看，我虽然没有车子哦，就送那一台而已。送过来，车子不会掉下去嘞。又转过去那边。等一下啊，等救护车。你无呼吸啊！你会讲话，你无呼吸。人带在车内啦。7月28日，本分队巡逻车在大角路段发现一部自小客车，沿途任意变换车道，未使用方向灯，且行车不稳，左右摇摆，疑似有酒驾情形。本分队同仁于后方尾随观察。行经大角地磅时，该车突然加速往前行驶，并从院里交流道离开国道。巡逻车抵达时后，发现该车已因车速过快失控冲出分隔岛后，与停等红灯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该车翻覆于院里北向入口分隔岛草地，造成两部车受损以及一人受伤送医。受伤患者于29日急救无效不治身亡。经查，该车逃逸驾驶人为南投地检署发布组织犯罪条例通缉灾案，并于车上有发现毒品吸食器，相关肇事责任及死亡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。